你买起来你就可以做了，就这么简单。我超凡就是这样子的，嘿嘿，很守规矩，很有文化，好吧？我哥这里有人做哈，我哥这里有人做哈，有人做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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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来这里有一个，来这里有一个，来，对，有做，来这边还有一个位置，这边还有谁做？这里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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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马上进来，不打电话也不算，也不需要做啊，因为不好意思，我们都是领导人嘛，今天是党代表会议，虽然不好意思，我很严格是吧？对不起哈，不好意思哈，得罪得罪得罪，好，OK，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自己报上来的啊，这样简单吗？简单吗？大家好，因为今天是有请到全球第一的我们的老师，还有马来西亚第一的刘老师，大雄老师，三位同学老师，为我们讲目标、计划与行动。所以现在是领导人的会议，好吗？给这个会议是给谁的呢？给有大会以后有目标的，就是用就我讲的话，说来玩的就用玩的方式帮忙，来争的就用争的方式帮忙。您觉得用哪个比较好呢？用真的还是用玩的呢？用真的东西。是今天呢，就老师说，就老师说，谁要唱的要举手，谁想分享的要举手。没有人分享的话，要唱的不分享是上不了钉钉。谁要分享的举个手，还是没有人敢举手啊？哈哈哈！对，不说你要举哈，一定是参加会议嘛，对不对？是不是？第一次没有关系，第一次好过100次，一次有目标就搞定一辈子，不然简单吗？各位好，我叫汤米，来自旧金山，所以我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对吗？因为今天非常的重要，各位就不要让座了，请坐下来。各位，那个平时呢，那边还有位置哦，朱玉姐哦，我忘了，来，赶紧就坐，赶紧就坐，来，赶紧就坐，因为一开始以后就不再让座了，好不好？为什么知道大家知道吗？各位平时在做聚会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也一样。你这里头有一个经营的模式，今天大家就学习如何真正成功的运作模式。我想做，季老师一直教我们说为什么做、怎么做。那我们大会以后知道为什么做了吧？知道了吧？老师展示了全球，是不是知道为什么做了？全世界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上来了，对不对？很快，说不定第四代就上来了。朱玉姐找哪位早一点结婚，第四代就上来。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感恩我们的老师，对不对？这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领导人，我们是一家人，对吧？张老师也讲了，这个千年之业的第一个就是领导人的事业，第二个是人与人之间的事业，对不对？所以不好意思，我老是得罪大家，不好意思。但是椅子以后永远不空，这样子可以吗？永远早进来早就坐，这样子公平吗？公平吧，对不对？当然皇冠大使还是坐前面，所以各位皇冠大使欢迎你。还有我们这边的暂时以及暂时的位置，那个康老师啊这边坐，康老师，这边坐，这边位置是你的。OK，好的。当然，我们的位置有限，我们在座的很多就算是以上的领导人，没有办法给位置坐，真的很不对不起，好不好？那这个中心是我们世界第一的，我们的老师买下来给我们去学习的。那这个教室就叫线下线上的结合，最标准的模仿的这个一个版本。所以现在呢，感谢 Wilson 大哥呢，这次的大会完全由他来负责，包括线上的这个直播。包括这一次的大会的很多的各位没有录影，对不对？没有关系，到时候说不定你在网上可以看得见，但是不要传给别人，因为看不懂的经验永远是不值钱，给珍惜的人听，给珍惜的人看，你觉得这样好不好？那接下来这边还有个电视，就是直播的朋友，我们也会看到45个画面。那现在威神大哥在赶，有没有哪个这个 N？安卓的手机会看，所以线上线下两个结合做，这样好不好啊？所以呢，等一下呢，
我们的老师会一步一步教我们，教我们等一下尽量就用心去体会，尽量不要去录影。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录影了以后，我们是觉得很好，我觉得录音会更好，因为我们还得点头微笑鼓掌做笔记，对不对呀？因为交流学习是互动的，对吧？所以我们在台下学习啊，我们就给台上的每一位啊老师也好，分享嘉宾也好，一个互动，这样觉得好不好？这样可以吗？哎，这就是我们的团队的运作，好不好？啊，所以呢，每个人脸上要带着什么？带 money， 这样好不好？哎，所以呢，各位也不用发微信，为什么不用发微信？因为现在不用邀约，我们自己学。所以上课的时候不用再邀约了，哦，这个不来拍大腿，那个不来拍大腿，没关系，对不对？我们先学，我们回去就有东西教。我们不学，回去你看录像，他也看录像，结果他看录像比我们还认真，结果他分享还比我们到位，完蛋了，对不对啊？对。哎，他说你学到什么？哎呦，我们讲了，不是老师讲的，他说你讲错了，老师不是这样讲的。你知道他为什么知道老师不是这样讲的吗？因为他看到网上的有些朋友帮忙传递上去，他比我们还认真，这个时候我们回去就带不动了，因为我们讲的不是老师教的嘛，他觉得我们讲的不珍惜，那怎么办呢？我们用心体会，用心听，一句话一辈子，好不好？这样简单吗？简单吗？好不好？那请问在座的朋友，钻石以上的领导人几个手？钻石以上的领导，哇，很多钻石还站着呢。啊，再举手一下。好，钻石领导人，您随时可能要请上来分享，恭喜各位，嘿嘿，恭喜哈，恭喜。那我们第一个主题叫为什么大会很重要？请问谁想分享这个主题？举个手。哎，各位，学习是要主动的，成功是主动，不用害怕。钻石以上的领导人，谁想分享五分钟？大会为什么决定我们的成功？大会为什么给我们下定决心？来，哪位钻石举个手？哪位钻石举个手？哎，这位钻石姐姐，请问您从哪里来？青岛。好，请问怎么称呼？苗姐，来，有请苗姐，掌声鼓掌。这个美国学弟好像怪怪的，是吧？不打招呼的。其实成功就是从主动开始。啊，我们苗姐在这一次给苗姐掌声，苗姐就是我们的榜样。那我们是不希望我们自己回到自己的团队里头，也有很人很主动的分享啊？那我们暂时先太动了，您觉得可以吗？可以吗？哎，是先可以吗？因为我刚才也进教室之前，他说你上去，不过我穿短裤也上来，他也穿短裤，穿长裤上来，对不对？所以学习就是你准备好的心。所以我跟各位也一样，从大会里头给我大量决定。接下来有请我们苗姐来给我们分享五分钟，五分钟到八分钟，因为你灵感来就八分钟罢了。大会为什么给我们下大决心，让我们成功？然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有请我们的苗姐，掌声不断。我们尊敬的蔡老师、季老师，所有的 FC， 所有的家人们，哎，下面好。我叫苗雪兰，来自于山东青岛。位于安利事业以前呢，我是个农民。我讲话大家听得懂吗？有。因为我是一个种地的农民吧，从来不会讲普通话，我讲的慢一点啊。为什么选了安利呢？因为这个我种了14年的地，就像老师讲，人生努力奋斗固然重要，重要是一个抉择。当你抉择对的头的时候，一定是一步一层楼；抉择不对，一定是努力白费。我种了14年的地，我干到老，种的过程中，我非常的辛苦，但是呢，非常的贫穷，我充够了。冲怕了，是一个陌生的朋友把我带到安利这个环境，我抓住了安利这个事业机会，感谢我的恩师韩姐，让我这个心理不当强，而且呢还金碧辉煌。
我参加大会的最大的感悟就是为什么要参加大会呢？因为我第一次到拉斯维加斯来，这个老实讲，所见所闻是不可替代的。来到了这个参加了这个大会，我看到这个大会的所有的老师，以及看到尤其老师啊，这个第一代尤其老师第二代、第三代上台的时候，我立马我就定位，我要做一个像老师那样的人，因为我看到了，我相信了，就像这个。这个这两天大会就像刻在我的脑海里一样，所以说我又定位，我不要做一个小我小爱的人，不是一个这个自独唱乐岁月安安的人，所以我重新设定了我的目标，我一定上 FC。 所以说我今年的目标就是明年的目标，铁定的营销总监，这个A65 的目标是高级总监啊，我们那边是那个中国那叫高级总监啊，这边是什么我不不啊 EDC 哈。这个我最大的感悟是，我最大的感悟是啊，这个所见所闻真的是不可替代。当我因为我这次从大陆来的时候，这个中国来的时候，当时我的想法跑这么远，这个来学习，因为第一次跑这么远的路，哎，我觉得要花好多好多的钱。但是就这一次我学习，我感悟到，还有说搞定了自己，一定会搞定了自己，会搞定了一切。因为就像陈老师讲的，不是打败了别人，是打败了自己，改变自己，是影响他人啊。如果不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可能我还是在那个就是我觉得哎呀我还挺满足的，因为毕竟我是个种地的嘛啊，我觉得哎呀我在安利事业中干了钻石了，我也拿出300万来送我儿子在加拿大留学，已经毕业了啊。我一想哎呀我也挺好的了，但是呢出来一看，我才知道我是非常非常的渺小，而我要把立场放在伙伴身上，而不是光放在自己身上，不是我自己得到了什么，我要让我的伙伴们成功，让他们也得到钻石，让他们也过上一种人上人的生活，让他们也走遍全世界，不是那个就在每天就是过那种家里地里那种生活，而是也让他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啊。真的是感恩陈老师举办了这样的会议，让我呢就是这次会议让我的人生是我安利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啊，也是我真的这种境界，这种格局啊，我真正的看到了什么叫世界的安利的世界啊。原先我在那个山东青岛时，我觉得哎呦这个那很大很大的地方的，出来一看哎呦这更大的地方原来是在这个地方啊，真的是找到自己的榜样，都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在哪里啊，就是真的是珍惜感恩度还不够，改变力还不够，目标感很不够所以说呢我以后呢我要养成跟随学习的习惯，不单是跟会议，我要跟老师啊，一直跟一直跟一直跟到听得懂的那一天。非常感谢我呢一定是明年一定做出总监的目标。谢谢，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苗姐，掌声。苗姐胆子最大，第一个跳出来。等一下，你第二位好不好？还不怕。所以呢，各位啊，那个苗姐原来以为青岛很大，结果这次跟随韩姐和青岛的团就走出来，因为世界会更大。所以老师一直教我说，他们你不要住在旧金山。世界很宽，你要走出来扩展你的国际观、世界观，你的事业才能走向国际，所以这是全球性的事业，对吗？所以大会很重要。接下来下个月在旧金山，老师会亲临旧金山举办旧金山北美大会。接下来七月份，老师会到洛杉矶去举办洛杉矶的北美大会。如果各位您还留下来，欢迎到旧金山来，我请你吃点心
欢迎到洛杉矶去，欢迎你去看 Mickey Mouse 迪士尼，好不好？然后九月份大家知道去哪里吗？哎，听说一张票100个人用的，一张票100个人用，想象不到。那为什么到外面去看，万元户拿着一张票10000块钱还求不到一张票的时候，才知道大会真的是确实重要，对吧？接下来我们想请示第二位，说大会完了以后回去要聚会，家庭聚会，聚会聚会聚会，家庭聚会，为什么家庭聚会很重要？家庭聚会又将怎么做？家庭聚会为什么能帮助我们脚踏实地的成功，把产品讲出去，把人讲进来？我们请双钻石以上的领导人蔡小姐啊，对不对？现在大家都知道吗？没有人告诉他，没有付钱会的，这些都是真功夫。蔡小姐，掌声不断。蔡小姐，我们的蔡小姐，来自我们广州的蔡小姐。哇，小凤姐说：“你去啊，就是你啊，你去啊，你去啊，就是你啊。”哈哈哈，明白吗？现在为什么老师不会通知各位？因为不要让大家担心。但是各位，钻石以上的您开始担心了吧？哈哈，不知道哪位是你了吗？接着来，有请蔡小姐告诉我们，家庭聚会如何办？为什么家庭聚会让我们这个建立我们的根基？来，有请蔡小姐，让我们达成目标。哇塞，给汤米大哥一个掌声！我躲在人群中，牢牢的把江宏姐 FC 给折住。江宏姐 FC 给我们挥挥手，哇，她做了最好的榜样，你看站着学习的榜样啊！那今天很感谢老师给我这样一个就是学习的机会啊。那真的也看到一来到会场，看到满满的这个会场的要挤爆了，真的要给大家一个热烈的掌声，为我们学习的态度啊！你们怎么还没走呢？是不是留下来是最重要，对吧？啊，真的，还有我们竹怡姐也是坐在现场亲自来学习，哎呀，太吓到我了。那这一次真的很感谢老师给我机会到北美来参加北美这次会议，真的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亲眼目睹不可替代。我想我要是没有亲眼目睹，我怎么会相信，怎么会如此的相信安利事业是世界上最好的事业机会。我们的老师是不是不仅用自己成功的事实，还有把那个竹怡姐、孙伟大哥，还有德佩哥哥、金梅姐，还有定宇大哥，是不是都带到成功？而且的话呢，尤其是昨天听到了，哇，好震撼的，就是浩浩和盛泽的分享，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参加大会，是不是让我们点燃了我们的梦想？让我们看到了，不仅看到自己的未来，还看到自己孩子的未来，甚至自己第三代的未来，对不对？对。所以真的很感谢老师，用三代人成功的事实，做出了成功的事实，给到我们亲眼目睹，而我们是如此的幸福，我们能够亲眼目睹，看到了事实，百闻不如一见，事实胜于雄辩。各位，你说对不对？对。那这么美好的事业，然后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生活，我们的梦想是不是也从抽屉里面拿出来的没有？我们的梦想是不是拿出来了？我们上 FC 的梦想是不是又拿出来了？对吧？真的很感谢。那我想说，今天也很感谢这个汤米大哥给我这个主题，我也很懵了。回去之后怎么做，真的是看到了事实，看到了我们未来的美好生活。可是就像老师说的，我们心中有梦，做梦要踏实，脚踏实地来做。因为安利事业它不是轰轰烈烈，这个事业给我们带来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生活，可是它是点点滴滴的累积，从一个人一个人的带动，从一场聚会一场聚会的带动。各位，你说对不对？那家庭聚会呢，我就觉得北美的
做的是最好，北美的领导人是做的最好的。我们在国内的话呢，也是做家庭聚会，我就觉得没什么挑战。为什么约人太好约了？我来到了美国，我发现约人还要有车，参加个聚会还要有个车。我们那边坐个地铁，拎个包坐个地铁就可以。所以我非常佩服我们的汤米大哥，把市场做得那么好。还有我们的竹玉姐把市场做得那么好，还有我们加拿大的我们的很多的领导人，还有北美的，你看坚密姐啊，你们都把市场做得那么好，真的是非常棒。那我自己的起步，家庭聚会的起步，我是在北美。我以前的话呢，因为在国内太好约人了，呼噜那个会场就满满的。所以的话呢，经常像我做到高级经理之后，我就发现我做家庭聚会的次数就少了。为什么？因为觉得会场上的人更需要我。我是怎么样突破的呢？我是就是在北美 A60 那一年来参加拉斯维加斯安利公司的大会，参加完之后留下了一个月，就这一个月让我突破了家庭聚会。为什么？因为我在这一个月里面，我亲自看到了老师的安利是怎么做起来的。我以前想到老师做到世界第一，老师的安利是很轻松的呀，因为做世界第一，一说老师开会，像我们在国内根本没票根的，一听说老师在哪里有会议，那真是千山万水都不重要，只要老师给我一张票。所以老师的会议一直就是缺票不缺人，对不对？从来不缺人，缺的是票，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老师的会议应该是老师的这个世界第一，应该是做得很轻松的，只是一声令下大家都跑过来了。可是呢，我真正的突破是当你真的是，我们为什么不成功，是因为不知道成功人在做什么。当我在北美那一次，老师讲过一句话，说人们不会听你说什么，只会看你做什么。一个领导人，你要想再突破，作为高级经理，你要想再突破再上聘，那一定要弯下腰来做给伙伴看。然后我是亲自看到老师在拉斯维加斯，当时到瑞雪家做家庭聚会，到恩舅家做家庭聚会，到戴娜姐家做家庭聚会，你看到现在我又看到老师又到玉贤姐家做家庭聚会，戴娜姐家做家庭聚会。老师为什么有人？一场家庭聚会，一场家庭聚会做出来的。所以的话呢，今天我透过跟随老师，我就看到一件事，不是做热闹，而是要带着目标的来做一场又一场的聚会。那我回去之后呢，因为我也是31号我就要回广州了。哦，那对，我还要讲，我在这个在我很有幸这一次是在瑞雪姐家里住，我就看到我们家的无论是鹅妈，无论是小凤姐，还有瑞雪姐，我们的家庭聚会就是在家里面随时随地都有聚会。对，最热闹的那一个是土豆，他现在大家这几天的会议有没有看到坐在第三排第四排一直是哦帮鼓掌那一个，就是这位先生土豆先生。他跟小凤姐是怎么认识的？25号才认识，这个就是会议开始前的头一天认识，第二天参加会议，第三天第四天今天已经是领导人。而这几天是不是就是到我们家里面，对吧？就跟大家聊聊天，很轻松的氛围就看懂。然后的话呢，我还看到我们 Water 大哥，他是瑞雪姐的宝贝，你看就是他 Water 大哥来江老师挥挥手，就是那他也是透过家庭聚会，然后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在那个瑞雪姐她是生病了，小中风生病了住院的时候，
瑞雪姐去看望他，就跟他讲到纽崔莱，然后他用纽崔莱营养早餐调理的时候，他中风的人，就曾经中过风的人最害怕蹲下来，他现在可以蹲下来做那个花园里的工作，好兴奋。那这一次也跟着过来学习， 也全程参加学习，而且的话呢，准备再回到国内去开发国内的市场，顺便，所以的话呢，这也是家庭聚会做出来的。那接着的话呢，我还讲到我就介绍我们家好不好？这几天，因为我是看着他们做家庭聚会的，还有我们的Cindy， 来 Cindy 站起来挥挥手，他是来站起来给大家看看，他会是加拿大非常棒的领导人。我朱玉姐在这，他在这 ，Cindy 就是，他是瑞雪姐30年的闺蜜哦，好到不得了哦。你看瑞雪姐认识老师这么多年，居然没有想过说要约闺蜜出来。那一天26号，他从洛杉矶开车到拉斯维加斯要参加会议嘛，他上午就开车出来，遇到大堵车，堵车很无聊，他就打电话，打电话就跟这个谁，就跟 Cindy 讲，然后就讲到什么 Cindy 的话呢，以前跟 Cindy 可能提过 ，Cindy 没有感觉，可是的话是这一次机缘巧合，所以的话一定要邀约，不是说只是我约过就不再约。结果就那一天打电话就跟 Cindy 约，就说哎呦，我们有个大健康， Cindy 也是他在做奶茶店，他就是专做健康饮料健康饮品。结果他一听说哎，安利也有健康品，也是健康的，他就开始第二天，我看26号瑞雪姐约他，27号一早他就坐飞机赶过来参加下午的会议，27号下午，20晚上学完之后，真的要感谢季老师。你看季老师开家庭聚会也是一级棒。然后的话呢，老爸来家里面吃点东西的时候，然后看到了这个领导人，连夜跟他讲秒懂的那个 OPP， 老爸的秒懂 OPP 啊，他们大哥也在一边见证。据说瑞雪姐说，当天晚上Cindy没睡觉，失眠了。不想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不用投资还有保障。所以的话呢，Cindy姐是不是也是昨天参加完会议，参加会议你看老师的会议能量场多大啊，老师说大场面下大决心，一定要把人带进这个环境里来，带人开会太重要了。结果Cindy姐说，她说你知道吗，太阳姐，我坐在台下的时候，我有那么一秒一刻钟的时间，我恨不得冲上台上去，那个能量场。然后的话呢，昨天也是没睡觉，连夜又跟我们讲，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个人对一件事不看懂则已，我看懂了我非做好不可，所以又专门留下来参加这一场的会议。所以的话呢，真的家庭聚会我们看到的，真的我跟着老我很有幸能够有机会跟老师看老师怎么做，没有走进老师，我的想象就是老师就是手一挥大家都来了。可是的话呢，当你近距离跟上老师的时候，我就会知道，你看老师从香港把那个萧玲姐约来，是不是也是在香港开了家庭聚会，开了餐厅聚会，家庭聚会一场一场的，是不是萧玲姐约来，然后也看到了老师是不是也是一个一个的聚会，电话聚会，电话邀约，是不是又把那一个巴黎的小敏姐约来，然后也是电话邀约，又约台湾的那么多领导人出来。所以老师为什么是世界第一，老师是脚踏实地的一场又一场的聚会做。那我回去之后我要怎么做，我就要脚踏实地的一场聚会一场聚会的，每天次数我做几场聚会的次数，然后我锁定了几个人数次数人数分数的来做市场。真的很感谢老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跟随老师学习，看到成功人在做什么，有样学样。那同时也很感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上台分享，谢谢，也谢谢汤明大哥，谢谢大家，谢谢。感谢我们邓小姐，邓小姐为什么分享这个主题那么棒呢？
很早就飞过来，多次的跟徐老师家庭聚会。我以前我的感觉跟蔡小姐是一模一样的，老师一呼全球的来，当然就成功了。不是，老师现在还在聚会中，现在就这现在就现在还在聚会中。所以蔡小姐看了无处是老师的聚会，聚会，聚会。所以老师每一位培养的领导人，聚会完了就大会，大会完了回到聚会，聚会完了要回到教室会场，三会打造全球事业。所以呢，我以前不是这样理解的。所以接下来我要请出我们广州最新的中国今年广州唯一的一颗钻石小凤姐，就是跟随老师，跟随爸爸，谢爸爸，脚踏实地做教室的领导人，坐上了钻石，掌声不断。教室的重要性，会场的重要性，如何打造一个成功的团队？来，有请我们小凤姐，掌声不断。啊，现在来不及紧张，已经开口了。这个太突然了。好，亲爱的老师啊，还有汤米大哥、祖一姐，还有所有的各位优秀的领导人，大家晚上好。啊，这个还是要分享一下，我想讲一些大实话给大家听，好不好？啊，首先呢，因为刚刚汤米大哥跟我讲会场的运作啊，但我很想呢要讲讲我在美国的我的一个成长，我必须要如实汇报一下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领导人成长的一小步是团队成长的一大步。啊，那这一次北美的会议啊，先讲啊，第一段我讲的是珍惜感恩，就是我们很渴望跟随老师，很珍惜老师。那个我们本来是在25号就来纽约的，就飞机票都买好了，就是来纽约，然后纽约连纽约飞拉斯维加斯的票都买好了啊，但是这个退票的这个程度啊，是等于你成功的速度，我现在明白了，你不退票代表还没入门啊。那后来呢，老师说要我去接待耀光，我一想哇不得了，重责大任，所有的机票都退了，然后呢就接待澳门的领导人，这是要做的，宁可晚一点。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掐准日期说，哎，直飞这个什么拉斯维加斯，结果飞来了5月3号，结果老师说还没来啊，要去剑锋那里啊，要在纽约再待几天。那我又跟蔡小姐把机票了又从拉斯维加斯买到纽约，然后纽约再来跟随老师。这一段啊，我是讲这个学习的心境，你要先有，你有学习的态度，老师教的东西你才能够吸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成长。因为以前都是跟完了就自己回去做啊，那然后再接下来在这个什么，我纽约我看到剑锋的会场啊，我觉得真了不起，一个小男孩能够是这么就是简陋啊，但是把自己的市场做起来，是如果没有会场是聚不到这么多人。然后我又跑到这个拉斯维加斯来跟谁学习，然后我感受最深的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心境的成长和提升。你要相信在中国做到一定级别的领导人都是有很多的这个伙伴左右手，都很成熟，包括去哪里住啊这个讲课啊，是不是都有很多领导人陪伴。那这一次我是必须要讲是挑战了我自己，就是一来到跟着瑞雪家了，你要相信瑞雪家他们都是这个不能说是高频领导人吧，零趴领导人也不好讲啊。所以我有个很大的心境的一个提升，就是因为刚上大家都知道很热，突然来到那个哎，大家都好像在一个就是快新的伙伴这样的一个氛围，我突然觉得好像哇那个水烧开了，又来到这里好像又冷了还是怎么样，我说不出那种感觉。而且在广州呢就觉得因为很多的伙伴，你会觉得自己哎推荐个人呐、或是什么还比较容易啊，深度有人宽度有人，但是来到这里发现哎呀这个认识个人还要到唐人街啊，这个唐人街还要确诊他是一个会讲中文的你才能跟他沟通。所以我也在挑战我自己，就是我就在一个是我自己要成为一个像水一样的领导人，要勇于任何的环境，要任何人都喜欢。你看我们跟鹅妈在一起，鹅妈70多岁啊，我没有说跟一个70多岁领导人住在一起，没有试过。蔡小姐你看长得那么饱满啊，我要跟她在一起，人家我每天我看到的就帅哥美女在会场，我也要让自己有一个像水一样的要勇于任何的地方，大家理解吗？所以我觉得这对领导人的磨练是一个很棒的磨练，特别感恩老师。
特别大的一个成长。然后呢，再来一个 Rich 姐，也是一个新的，刚刚都没有带朋友的，除了 Water 开始。然后我又要挑战天天跟一个新朋友住在一起，我自己的那种成长。然后在最后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突破了。然后我在想，我不管谁带人，我自己要带人，我挑战。然后我也经历很多，也被拉黑呀，也这样那样吃了很多。但是我后来很庆幸啊，就是缘分，我认识了我们的土豆大哥啊。土豆大哥原来这么有梦想，从青海跑到这来。然后呢，25号我认识他，也各种什么途径我都忘了，反正就是各种途径，你只要想要结果，你就会有方法。那后来呢，他就第一天我们是交朋友啊，这第二天进会场，他很兴奋，声音比我还大，他问怎么你们都不兴奋，我比你们都兴奋，我都鼓掌，你们怎么都不鼓掌。后来蔡小姐看着我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心态老化了，说我们也拼命鼓。然后到了第二天掌声更大，连李老师都认识他了啊。然后那个土豆很可爱，他说我就喜欢那个李老师，讲那个他妈的那个老师我很喜欢。跟李老师还给他录音，教他怎么做案例，录音录给他。然后呢，第三天是不是又是老师唱那个牵手，他唱的声音很大，他说为什么我声音那么大，但是你们都哭呢，你们声音不大都哭呢，我说你以后就知道了。然后今天又跟着我们一起，然后又来到这里。所以我就想啊，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没有什么会场做不起来的，没有什么家庭聚会是做不到的，是我们的整个的脑袋里面，我们的想法和观念，老师一直是在让我们突破这个。是我们害怕，我们自我设限，我们觉得不可能，我们有很多事情做，我没时间约朋友，我没时间跟他沟通。其实不是的，你只要想，你是一定有结果的。包括会场，3年前我们在湖北疫情之后，广州所有的会场都暂时没有经营了，那我们就开始重新装修，在季老师的老爹的鼓励下重新装修。我们的空气净化器都快8台，加上净水器啊，还有所有的锅啊，新的锅 啊全部。因为我在想，别人不做就是我们做的时候，所以我在想拉斯维加斯太棒了。我跟土豆也讲，我说没有人说规定说一定要很好的会场，很好的老师你才成功，谁规定呢？如果拉斯维加斯都没有人做，太棒了，所有的华人都是你的。就我们土豆大哥很可爱，他说我是不是把所有的华人都翻一个遍。我说好，我们一起翻。你不做有人做，你说有纽约做不起来，那剑锋照样带领一些年轻人做起来。昨天还在我们在晚上深更半夜做聚会，我说哎，来到美国我这个人太多了，看到都有点神经衰弱了。那没关系，这个就是代表我突破了。我管你喜不喜欢，你要每天接触不同的人，你去挑战那些你不愿意挑战的事情，你回去就有突破。我在想，没有人我都可以约人，广州那么多人，我会约更多的人。人们不听你说什么，只看你做什么，只看结果。会场也是，原来没有人，我们只有5个人。所以如果拉斯维加斯会场，拉斯维加斯这个会场只有5个人，恭喜，未来一定会有很多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人，结果呢，我们就从135开始，从专业班开始，专业班也没人，就几个人，但是我们都很快乐啊！你只有2排人，你都很高兴，太棒了，人山人海。你千万不要只有2个人说，哎，怎么只有男人跟女人，人山人海。你多少人你都好快乐，而且你当然我们都站在门口迎宾，欢迎光临啊，下次再来啊，又唱歌又跳舞，哇！总之就是要像老师说的，你要彻底心态归零，像个一个什么刚刚创业的领导人一样站在门口，走的时候也欢送每一个人。其实人家根本是不是会听你讲什么，是你的热忱，你是对他的爱，你他的关怀，你走的时候拍拍他，关心他，一个眼神，你的人开始就聚起来了。而且我们经常聚餐啊，经常唱歌，经常跳舞。今天我们那个土豆大哥也是，我在路上都给他唱起来了。今天他为什么跟我交朋友，就是我们在车里，他说你想听什么歌，我说我想听漂洋过海来看你。哇，这个他很感动，也跟我在狂唱，在这里狂唱了一个下午，我们就交了朋友。所以这种 life 这种 feel 是语言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感觉比语言快10倍。因为安丽丝也是感觉行销，你不用讲那么多大道理，你的热忱，你对人家的爱，你的关怀，你散发出来的那一种感觉，人家会接受得到的。所以我不管是在哪里，我相信有人的地方，有爱的地方，有感动的地方，超凡的会场你一定会人旺气旺财旺啊。那听着，我们就从5个人到现在我们的会场也快100多人。然后呢，我们想要那个墙啊，我们想把那个墙拆了，我们在研究是拆墙好了还是135、25好，我们现在考虑这个事情。因为
人太多了，都不知道哪来的那些人。后来我发现，如果没有我们一个决定，那五个人开始营养班啊，我们上次来了110人，星期天，今天星期几啊？星期昨天是营养班来了110人啊，那些有带人的就进去，没带人的看录像，就赶到外面去了，叫做是什么啊？编外小分队啊，就带人的就很有荣耀坐在里面。还有美容班很快下个月又开了。所以我们只玩样不玩花样，没有别的，很简单做的啊。他说那个魏医生还是谁呀、啊？问我，他你怎么上的？我说我没有什么水平，很简单。总之就是只玩样不玩花样。然后一三五按照老师的课程，星期一价值远景，星期三产品，星期五方法课，接下来就什么营养班、美容班、高科技班。但是我们有个口号，我们的专业班是逼死处女座，就是精益求精做到最好。我们的服装。啊，我们的笔记本，我们的笔，我们每个人的笑容，还有我们的牌子，还有我们所有的编的课程，讲的还是20多年前台湾老师教我的，没有别的。但是不是讲课的内容，而是你把这个专业班认真的经营好，是人生最后的一栋房子，认真的经营好。那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会议和活动也办的是精益求精，做的最好。啊，总之来的那个人就不想走。他就坐在会场就不想走，就坐在那里就不想走。我相信如果每个会场都像一个温暖的家，老师说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感动是最大的武器。而且在我们的会场成立之后呢，所有最后上的那几组都是在那个会场诞生的，包括那个捡垃圾的小小凤，你们都看过那个照片，也是在那个会场诞生的。所以一个家，一个好的会场，是要能够帮助多少优秀的人能够成功和成长啊。然后呢，我这个接下来我想特别争取一分钟给汤米大哥，请我们的这个土豆先生上来给他挥个手，说明我没有讲假话，说明是有真的有土豆来了。所以我们不是有首歌吗？那天金梅姐说挖呀挖呀挖，我说我也挖呀挖呀挖，我在拉斯维加斯挖了一个大土豆，哈哈哈哈。啊，就自我介绍，讲为什么来到这里，感受最深的就行了啊。啊，那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小凤姐，那很有缘的认识，漂洋过海来看你我，对吗？那重要的是能够来到这里，我们能够一起享受这种成功。那我很感恩的是来到这里，我发现首先一点是正能量满满，这点是我觉得是做什么事情我们有一个能量的推导，所以我们才会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相信在这个前进的当中，我们会老天也会为我们天时地利人和的，为我们这种前进奋斗的人，会给我们引领，我们会为我们安排，会也会帮助我们，我非常的相信。所以我在这里，在美国，哇，我没有想到会漂洋过海，我的遇到了我们的小凤老师，我很感恩，为我们的小凤老师来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我真的很感恩，他是我生命当中的贵人，因为我是在他的和他的接触当中，我是实实在在的可以感受到他的这种真诚，然后他的这种对待事物和对你们的这些这个事业的这种远见，我觉得是被他的这种品质所影响和吸引，所以我觉得这叫跟对人做对事，这个很重要，所以非常感恩，谢谢你们，有你们真好。好，谢谢土豆啊，说挖了一个大土豆啊，那个土豆站在门口，欢迎光临。就很多老朋友说啊，好好，我欢迎光临。后来我说他是个新朋友啊，怎么新朋友？我的老朋友欢迎光临呢？应该老朋友对新朋友说什么？欢迎光临，欢迎回家。那这样会场的人是不是就很旺很旺了啊？所以祝福美国拉斯维加斯会场一定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在我们竺丽仪老师的这个带动下，月月红宝石，年年出钻石，一个崭新的面貌，迎接全世界的。我们的超凡的兄弟姐妹来到这个会场，谢谢，谢谢汤米大哥，啊，谢谢大家，欢迎你过来，小凤姐，呵呵，欢迎你回家，
哇，小凤姐的教室为什么做那么好？我学到了，要一个温暖的家，对不对？啊，我们那个土豆大哥哈，啊，美国最喜欢的、最受欢迎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土豆，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来到这边就是一家人，就是温暖的一个家，对吗？啊，所以呢，三会已经请三位钻石领导人以上的这个分享了，大会下大决心，聚会有生产力，家庭聚会才能培养人才，培养领导人，会场才能培养领导人，因为从主持、分享、讲课、欢迎。也许每一个搬凳子、草地、洗厕所，包括这个前台、后台，有很多的领导人都是通过会场培养的。对，最后接下来我们又请出来自上海的领导人曲青姐。啊呀，哈哈哈哈，现在都是这样的呀的一声哈。曲青姐会告诉我们，我们学习完了以后。目标的管理和时间的管理，对不对啊？为什么目标的管理呢？十年上也是上，一年上也是上，一百年上也是上，选择几年上啊？一年上，目标的管理、时间管理，有曲青姐，有请我们的曲青姐，双钻石领导的哈，有请，来，哈哈，哎，那现在就是了，哈哈，直接定了目标再干呗，对不对啊？来，有请曲青姐。哎呀，太开心了！哇，掌声！啊，尊敬的老师、季老师，所有的领导人，大家现在好。哎呀，这下惨了！嘉宏老师说让我站直一点，把他挡住，我就拼命的，结果被泡米大哥发现了啊！真的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知道我现在特别紧张，对不对？同情的掌声响起来。啊，泡米大哥知道啊，我是一个极其需要有目标感的人，所以要让我上台来分享啊。那我原本是一名小护士，大家现在还能看出来我是小护士吗？啊，看不出来了，对不对？啊，对，那是因为走进一个好的环境。真的，我非常非常感谢我的先生，虽然说他初中没有毕业，也就是小学文凭，啊，居然可以看懂这个事业。各位，借助大家掌声，一定要感谢远在上海的我们家戴炳根。他说他要娶我18辈子，大家怎么不觉得很好笑吗？我说太久了，拜托你赶紧上 FC 才同意下辈子再嫁给你。哎呀，各位觉得我是不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哎呀，没有安利事业啊，真的不可能，你说对不对？没走进安利之前啊，我都每天想着怎么样跟他分开过，日子有可能过得会好一点点啊。但是因为有了安利，是不是很多人从我们的分享当中都感受到，因为有了安利我们变得很幸福。对，各位，幸福真的是用钱很难买到的，对不对？对啊，钱可以买来很多的衣服啊，或者名牌包包啊，或者什么东西啊。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当我们钱很多的时候，你很少见到快乐的有钱人，是不是这样子？有一天啊，我走路散步一个小时以后回到家，我特别特别感动。哎，我说戴炳根啊，我特别感谢你，你能娶我。我说我脾气又差，长得又不好看，个性十足。我说我想想这辈子，我如果不是嫁给你，我有可能都这辈子过得很不开心啊。我说我很谢谢你那么样子的对我好。结果你知道我们家戴炳哥怎么回答的吗？他说，我要谢谢你啊，没有你的出现，我没有成功的动力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是不是我们都在成长啊？不然的话，我每次看到他，我就说，我看你很生气。我们家戴炳哥就说，我看你很出气。我刚才介绍他初中没有毕业，对吗？但是我发现他吵架的时候讲话也是什么，就那个就很有道理的，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啊，不是我们没有口才，我们真的骂老公骂孩子半小时一句话不重复，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啊。所以我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我不断去成长，
啊，让我可以就是过上这样的一种就幸福的生活。那这次我来美国呢，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老师。我记得安利50周年大庆的时候，我被公司招待来美国旅游的时候，我是住在米高梅酒店的套房里面。那一天我来教室学习的时候，我就在想，假设没有安利，我一个小护士，我先生是剪头发的，初中还没有毕业，您觉得我们有机会会来美国吗？是不是不会？那如果没有老师的话，我们能有可能会被公司招待来美国一次，不可能来很多次，对吗？对。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老师常常说，珍惜才会拥有，感恩才会天长地久。我相信今天我们站在美国的安利的教室里面，或许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在国内一样，但是各位去想想看，假设没有老师，我们怎么可能会一次一次的来到这里看自己的未来呢？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感动啊！我想真的我是何德何能啊！我真的什么条件都没有，我是一个很平凡很普通的人，但是老师却没有放弃我啊！所以透过这次大会啊，真的我感受到老师今天打电话的时候还在说，老师当初来的时候只是几个人，就是老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感使命感，老师是不是内心里面就想去帮助我们这些平凡普通人，但是我们也有不甘心的人，是不是就帮助我们成功，老师是带着责任使命。我有幸跟在老师身边的时候，我真的没有觉得老师有过人的能力，但是老师真的是有过人的耐心和爱心，老师就是他的耐心爱心永远比我们足。我跟在老师身边的时候，我看到老师从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老师就不停的去讲微信讲电话啊，然后一上车以后，我发现我上车最爱睡觉，大家有没有发现上车很容易睡，很舒服睡，但是老师就是不停的微信不停的电话。老师之所以做得如此的好，是不是老师就是心系着每一个朋友？所以真的我季老师常常说，我们为什么不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成功的在做事。那我就问自己，我已经看到了，我为什么不去做呢？所以老师常常骂我，许晴，你嗓子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去讲呢？老师的声音那么难听，老师都讲不出话来了，老师还在拼命的讲拼命的讲拼命的讲。我在想，老师讲的话我也会讲啊，老师讲的话都不是什么哲学的，是不是都是我们会讲的话？真的，我从老师身上我就学到，我就学到，就是我回去和真正的落实，我去老师怎么做我也去怎么做，我不是做不到，我只是没有耐心没有爱心，我只是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我好像过得小我小爱，就像韩姐讲的，不富就我们说小富即安，其实是不富即安，是我们待在自己原先的这个生活圈里面舒适圈里面，是不是？哎呀，我真的很感谢安利，我第一套房子是3000块人民币，贷款3万块，问亲戚朋友借了6万块，整个房子9万块全部是借来的。透过安利事业，我们现在住上了4层楼的别墅，1层卡拉 OK 健身房，地下室，老师还到我家去过。所以我汤米大哥讲没有目标，我没有目标的时候，我连搬新房子我都不敢告诉老师。我身边的梁师爷有说，哇，你搬新房子了，这么开心的事情你跟老师讲啊。我想不行，我跟老师讲了以后，老师来了是不是老师要给我设目标？哎呦，我好怕目标。但当我有一天我突然悟到，我来安利不就是来做 FC 的吗？对啊，你说我混的是我自己的时间啊。所以我有一天啊，那个接到老师电话的时候，我就说，老师，我有搬新房子。老师说，宝贝，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讲？你早点跟我讲，老师早点来踩一踩，你老早就上 FC 了。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没有目标的人真的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而且浪费的时间是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自己的？所以真的真的我很感谢老师来到我们家里面，带着那个 FC，带着很多的梁师友，1层是一个大客厅啊，然后2层是我儿子的房间，3层1层都是我的房间，然后那个叫衣帽间比那个卧室都要大了。
各位是不是根本都想象不到的？所以各位这一切获得，就是因为我做安利的时候，我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要上高级经理。所以各位真的，当初我们就是家庭聚会做到高级经理的，因为上海这个地方，当时安利公司不允许开会场，那我们开了会场，大家知道我们怎么开会场的吗？没有钱，戴平哥说，你问你娘娘去借钱，我说你要做安利你借，他说他是你娘娘你借，我说你要做安利你借，后来我一想，万一成功呢？所以各位万一思想是不是很重要？哇，各位借了不到一个月，安利公司说超过十个人都不可以开会场，我们接着 把那个叫什么，连空调都是借来的钱开的，结果公司说不可以开，是不是马上配合？那伙伴们说聚会工作室开得好好的，你们为什么要关掉啊？我们说家里面气氛好，会场太大人太少，气氛不好。所以我跟戴平哥两个人啊，就是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能做到高级经理做到总监，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永远只讲积极的话，不讲消极话，所以永远给到部门的都是就是正能量哦，所以 我觉得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永远去讲积极的话啊，不要因为我们熟悉了去传播一些不积极不正能量的话。真的正能量的话，好的话，对一个庞氏堂来讲是不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每次警告自己，不要因为熟悉乱讲话，永远要夹着尾巴做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抱着来成功的信念来的啊！不要因为我的一句话让别人有所那个不积极，所以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要给旁边的朋友微笑鼓励的眼神，是吗？然后是不是告诉他你是一定可以做得到的？所以真的我这次美国之行，我相信也是我上 FC 的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其实我来之前我都是很纠结的，我感谢我的兄弟姐妹们，我感谢梁氏益友们不停的在呼唤我，许清你赶紧来你赶紧来，我其实一直在纠结啊，我就觉得哎呦，我一个人要转机，哇转机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来跟随老师的时候，我感觉我天不怕地不怕，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这种不干不尬的时候，我感觉我好害怕，哎呀我转机啊，我很害怕，现在是不是我走出来了，我战胜自己了？所以老师说的战胜别人100次是不是都不如战胜自己1次，我非常相信，我非常相信我现在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一定比我那时候上高级经理的时候更好，只是我做的少了。所以老师讲的安利是榜样的事业哦，所以回去以后真的我看到所有美国的朋友是不是也是做聚会，老师也是做聚会，其实真的是不玩花样只做一样啊，真的会了不去做是不是等于不会，知道了不去做等于不知道，做了没有结果等于没有做。所以我不要去管别人，我只管好自己啊，每天推荐每天深陷，每天用最好的状态去做3到5场的聚会啊，我想那个3年 FC 一定没问题，谢谢大家，谢谢老师，谢谢他们大家，谢谢学姐。所以我们各位啊，刚才请上台的除了我们主动了解敢站上来抓住了这个机会，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到了解，其他的领导人是我们的老师点兵点将的，为什么？因为跟随多看得多，所以跟随多看得多，有目标当然就能理解老师在做什么，对不对啊？所以目标放中间，杂事放两边，有目标的领导人举个手。今天是领导人的会议，上聘的会议，领导人的会议，上聘的会议，有目标的领导人举个手，有目标的领导人再举个手。自己要有永远的目标，因为伙伴们跟着我们是来成功的，他不是来吃饭的，他也不是来干嘛的，他是来干嘛的？成功的。曲星姐讲的非常好，当以第一栋房子90000块钱人民币借来的，现在在上海住4层楼，上海的黄金地啊，不是开玩笑。如果没有目标，你能住4层楼，对不对啊？如果有目标，我们的伙伴也能住4层楼。所以目标是一种责任，所以永远听有目标的，永远跟随有目标的，永远跟随在做目标的领导人，无论他是谁，跟上，跟上，跟上，对吧？如果今天老师没有目标，老师不可能到了美国来帮我们救我们，
如果老师爸爸没有目标，肯定不会有这场会议，对不对啊，各位？所以因为我还没有成功，我们大家还不是 FC， 我们吴怡姐、吴怡老师又来了。各位，越成功人越有目标，越学习。这些皇冠大使领导人啊，都是做聚会，昨天做到凌晨两点三点的。各位，谁有目标？真的，刚才曲欣姐讲的非常好，我看的一幕一幕，我很感动。老师是无时无地的打电话、微信讲，无时无地的聚会。我们看到我们吴怡姐、安龙大哥走在哪里到哪里到这个上这个到这个纽约。到拉斯维加斯，到洛杉矶，到哪里，无论是中文的、英文的，都每一个人都帮真正的目标。所以永远跟上有目标的，我们一定是有福气的。我们也把这种福气给每个人，就是因为有目标。接下来如何因为有目标从零成为皇冠大使？我们大功老师，有请我们大功老师全场起立。有目标的领导人全场起立，来欢迎我们大功老师于老师已经成为皇冠大使，掌声得得啊！掌声。哎呀，谢谢，请坐，请坐。尊敬的吴怡姐，前排的领导人陈老师、曲老师、朱怡姐，各位拉斯维加斯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前面很多人分享都有正当职业。我没有什么正当职业，我是一个卖假货的啊。这个啊，卖假货的人是卖什么货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个广告啊，就今年过年不收礼，收礼就收老白金。那个上到董事长，下到门口的保安都不吃这个产品。我就是卖那个的，也卖了六年啊。后来公司就快要倒闭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靠打广告，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产品的疗效，只知道广告，啊，我们是不看疗效的，很多人都知道这家公司，就是看稿，就看广告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公司当时94年打了8亿的广告，后来打到95年就是没有钱了，就是再打广告了。我们的老板呢，让我去听安利的课，怎么用安利这个方式来卖他这个产品。那听课的时候，我想是去听课，听课就听到陈老师、季老师的课。因为是卖假货的人呢，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谁都不相信，因为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人。所以看别人都像是卖假货的。第一次听季老师的课，季老师拿了一张报纸，那张报纸的是复印件，是广州日报1995年4月10号。陈老师和季老师在哪里呢？在广州安利公司天河那个体育馆的门口，站在那个上面，跟广东省的市长、副省长还有德威士、温安洛他们在前台。因为我们卖假货已经卖习惯了，什么复印件啊、盗版的东西我们都会搞的。当时我一看，哎呦，你为什么要拿个复印件呢？我跟奥巴马拥抱一下复印件我都能给你搞定了。怀疑啊，这卖假货的人看别人都像是卖假货，这人呢，就是啊。所以有很多人心态不好，他不是心态不好，自己本身就不行的，看别人好像都是不太行。我当时想，但是我记好了，1995年4月10号就是安利公司中国安利开业的那一天。哎呀，我想这是卖假货的人拿个复印件就忽悠我们，我都怀疑陈老师、季老师是骗子啊！怎么这样的个人这么和蔼、这么谦卑？跟广东省的省长、副省长、市长跟他们在一起合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哦！因为我感觉传统社会做得那么好，应该都是高高在上的人物，突然做成这么伟大又很谦卑，在我脑海里就是很有钱的人、很高干的人，应该很广东话来说就很八辈啊、很八公啊，
哦，男的叫八公，女的叫八婆，就是这样的。他就这么谦卑，这我没见过这嘛。你卖假货的人要装的自己很 selling， 就是很厉害。那、哦、后来我就，但是那个报纸的那一天我就记住了。我回到单位，我们单位也有报纸，有个图书室，我翻了几个月前的《广州日报》，1995年5月10号，你们如果翻的话能翻到。真是第一版，我看到就是陈老师、季老师站在中间，广东省的副省长、安利公司老总、开发区的经理。因为我们知道嘛，一个副省长跟他站在一起，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站在一起剪彩，季老师、陈老师他站在中间，副省长和市长站在哪里？站在旁边。因为我们在中国大陆觉得这个人跟省级干部在一起剪彩，那肯定比省级干部还要在累。哎呀，我看了半天，这是个真的。最开始啊，对安利没有信任，因为是什么呢？没有信心。为什么没有信心呢？就是知识储备的太少，就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知道吗？后来再去追到陈老师、季老师，在听课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见到陈老师、季老师，我都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所以看到这个事情有，但是我能不能做起来没有信心，一点信心都没有。后来季老师跟我讲，安利不是靠你的能力，是要靠什么呢？靠借力，你把人要带出来。后来我就带我下面的一个我的同事带到广州去听课，到吴宇老师的听课，也是季老师讲他不去，他不去，那怎么办呢？与卖假货的人彼此也不相信，知道吧？后来因为毕竟是我是他的领导，后来我讲，你去听课，一天补助200块钱，来回珠海到广州，当时还没有高速，坐大巴车要5个小时，车票、住宿费还不能报销。门口交的那个费的时候，薇姐可能都忘了，当时我们去听课的时候交10块钱5块钱，我还要收据，为什么？收据还可以报销，我们是这样子哦。听课的时候那天正好是季老师来讲课，我们礼拜六礼拜天去听季老师的课。后来我下面那个伙伴一听回来过以后，他就辞职了，做了3年，我没做到翡翠，他做到翡翠了，现在已经是 Q12 的 EDC， 那就是这个郭英杰老师啊，还有王旭姐啊，王旭姐是他太太。那其实我们其实那个就是借力就好了，把人带过来就好了。所以后来又带了一个，就说陈老师到季老师到哪里澳门去讲课，我们下面又带了一个王健大哥，谁都搞不定他。后来讲，哎呦，我们把他带去哪里？因为他家里是一个大咖的人物，知道吗？把他家里在广东市里面是一个领导家的孩子。我们卖假货的人现在长这个样子，吃点纽崔莱还有一个人样，原来瘦的要死，你看吧，讲话也结结巴巴的。哦，陈老师、季老师看到我就想，请大公吃饭，估计比较喜欢。哎呀，为什么喜欢跟季老师、陈老师见到他就跟我吃饭？哎呀，每次吃看我那个样子，就是我跟陈老师讲，我爸打我，我都不哭；不给我吃饭，我就哭了。哎，那陈老师、季老师肯定能听得懂啊。后来我就觉得，我就把陈老师、季老师当成我的爸爸和妈妈。后来又把王健大哥带过去，一下子就听讲懂了，现在也做到 FC 了，厉害了。你看我在那个杭州还有一组高伟大哥，人家传统生意也做得非常好，我也搞不定他，人家是做正牌的生意的，做家电生意，我就把他带到澳门去听陈老师、季老师的课。假如到澳门去玩呢，玩第一天在赌场，第二天就带到教室去，带到澳门的大会，后来又听懂了。所以我们来在这做安利的人，因为我们的本身的条件可以说是非常差的，
哦，今天讲话啊、还有点样子。以前我自己都看看那个自己，广东话来说都是很衰那个样子，就是自己对自己都不太相信。但是我就知道，我对陈老师、季老师有信心，我对安利公司很有信心。我只做到 Diamond 做到钻石的时候，到亚达城去参观，我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安利才是真的。以前我做安利好像也是骗子，就是反正感觉那个时候做到 Diamond 的时候，到亚达城去看，遇到这个又到洛杉矶的农场去看，看完过以后感觉到，哦，原来是有这么大的公司，有这么好的靠山。我感觉这边又有陈老师，这边有季老师，那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太有信心。所以在安利这里面的时候，就是借力，借力不光借陈老师、季老师的力，因为陈老师、季老师到中国大陆去的次数还是比较少。那少的时候，那我在哪一个地方呢？就在吴一姐的教室里面成长，哦，在刘红姐的教室里面成长，包括我下面的那个王坚大哥，都是在吴一姐的教室里面成长培养出来的。感谢吴一姐。那其实我们能有今天，就是后来跟随老师，跟随发现自己有信心了，到发现到在马来西亚上小学二年级的，就比我的水平还要低，那普通话讲的还要差的，人家在马来西亚排在第一。我看那个样子，当时他说他小学二年级，我不太敢相信。他就在黑板上写做安利要有判断力，他判写了个圈儿，判又写了个圈，又写个力，然后两个字你们会写就自己填。我开始因为卖假货的人了，看谁我觉得这个人太搞笑了，其实他会写，他就不写装。哎呀，其实我们卖假货的人一天到晚就穿个西服打的领带，就也就是装着嘛。但是那一天我就要揭穿他，我就坐他们在夏天，我就坐在他的后面，因为他也在做那个笔记知道吗？他做笔记的时候，陈老师他们讲做安利不能乱做，乱做会掉到陷阱里面去。他上面就什么也没有，他就画了个方块，他画了个小人儿。下了课我问刘老师，我想这个是密系啊，就是这什么意思啊？哎，田大公，这个是陷阱的意思。你看这个字你都认识了。哎，我不要别人认识，我认识就可以了。哎呦，你知道吗？刘老师给我太大的信心了，这样的人也能成功。所以我们在做安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不停的，都是跟随的结果，听话的结果，珍惜的结果。其实每次老师到哪里去讲课，其实我们是最兴奋的，因为我们起步就是跟着这些郑老师啊、吴一姐啊、刘红姐。我现在见到吴一姐、郑老师、刘红姐他们都是我的大师兄大师姐一样的，所以我都是从内心里面都感觉到我怎么这么有幸呢、啊、我要不是生在安利，不是生在超凡的这个，我今年都62岁了，我有两个什么呢？有两个孙女啊。大孙女今年上小学二年级了，你看呢，像我这样的卖假货的到六肯定是一个老头子了，我们早就下岗了，这因为公司早就倒闭了。呀，是呀，现在我在哪里？哪还能出国？跟着老师，哦，那我们在中国大陆，反正沈老师讲的是长草的地方。那就有大公老师不问，其实我们就把人带到哪里啊？带到这个核心里边来。我搞不定的，我看过那个什么呢？我看过一个《西游记》，我发现陈老师就是观音菩萨，我可妈就是孙悟空，
后来发现孙悟空打不过的那些的人呢，其实都是天庭下来的，我就把他带去见观音菩萨。哎呀，我就每一次我发现这个人潜力很好，那我顶他不顺，我搞不定了，这么顺呢怎么办呢？我不谁顶呢，我就把他带到澳门去啊，带到美国来叫他看了。一看到观音菩萨，阿弥陀佛一下，哦哟，看到陈老师，看到纪老师，而且马上就转理了。因为我们就是借力使力，所以在成长的道路上一步一步都是超凡的兄弟姐妹的家人把我带到今天，把我们整个团队都带到今天。要没有纪老师啊，最感动的就是我开始怀疑纪老师，后来感觉纪老师是真的，他特地到珠海去看我。我何德何能，他从澳门过来还请我吃了个饭，那时我卡还没有办呢。后来我送纪老师到关口的时候，我眼泪都淌下来，我想我何德何能，这样子一个伟大的人物要过来看我，我是哪根葱哪根蒜呢？我跟纪老师在关口说，我想纪老师谢谢你，我跟纪老师鞠个躬。我一回头眼泪唰就下来。后来我等我坐到 FC 的时候，我跟纪老师讲讲这段，纪老师讲其实我已经看到他没淌眼泪的瞬间，其实我知道你能做到 FC 就是珍惜。那今天不是我讲的，我们这个很平常很平常，是像一个无业游民这样的人，也没读过太多的书，从小都是饿饭吃的，小的时候排在最小，我家里三个，剩下来我妈讲你肯定养不活，就把我送到别人家里去了。送了没有一个星期，半夜我妈又把我拉回来，又开始想到我了。等我做到 FC 的时候，我跟我妈讲，我讲老妈，其实我缺乏栽培。我妈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太行了，那你讲什么？我讲我缺乏栽培。我妈讲栽培栽培，俺不饿死就不错了，栽培。你想一想，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从小生在哪个家里呢？哦，生在李双江、李谷一家里，一定会唱歌啊。所以我们就耽误的时间耽误的多，就没有像什么呢？像吴一姐、郑老师、刘红姐他们、韩姐他们那么单纯。所以年轻的人千万不要去做那个坏事，去卖假货。你卖假货卖多了，看谁都是这个，其实就是报应，知道吗？只是做到钻石过以后，才相信真正的相信安利是真的。那、所以今天我也不要讲太多。所以我们从小就是一直在到广州去，一直在吴薇姐的教室里面啊、而且当时我都非常感动。吴薇姐特地到珠海去，到我的工作室去。我的工作室大概就是四分之一的大，什么都没有。我们在门口打了一个旗子，热烈欢迎中国翡翠级的领导人过来。那时候吴薇姐才做到什么明珠，还再过两个月才能做到翡翠。后来吴薇姐就上去，哎，大公，我现在还不是翡翠，再过两个月才能上翡翠。我想肯定就是翡翠。现在在中国大陆，吴薇姐的团队既然培养出全中国排在第一的郑森清老师，就是吴薇老师亲手培养出来的。哎呀，对呀，你看吴薇姐很文文弱弱的，中国大陆一大半的 FC 都是吴薇姐的下级部门啊。其实也包括也把我培养的不错，所以王坚大哥也是在他教室里面成长出来啊、所以今天重要的时刻，我想大家全体起立啊、有请一直把我拉扯大的啊、在安利这里面的吴薇姐，谢谢谢谢吴薇姐，谢谢谢谢，放一下放一下，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谢谢谢谢啊，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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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请坐啊。哈哈，请坐哈，请坐请坐。哎呀，我都没有想到哈我会来上台，知道吗？啊，我都没有想到。哈哈哈哈，啊，刚刚一走进去啊，就被纪老师说等会你也上去啊，
你在想老师说算了，我说我能够不上吗？说是不是？我说好好好好，难得有在这个会场，在纳斯维加斯会场付出的机会，对吗？金姐对不对？啊，刚刚听到大公啊在分享我们过去在安利事业当中的20多年的，我就突然就想起那一幕。我1995年啊，我的名字我姓吴，叫吴毅，是神采奕的奕，不是无情无义的义。啊，相信未来我们相处的日子里，大家一定知道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做这个事，安利做这份事业啊，其实大家不要想到很难。如果你觉得你想到很难，安利就很难了，你说是不是？你把它想得很简单，它就变得很简单。当然了，我没有我们大公的卖假货的背景，对吧？所以呢，我就不怀疑。我一走进安利呢，我就相信了，我就觉得老师说做安利就是学习，把你业余的时间拿出来学习。你看听话是不是要听重点啊？如果他讲的每一句话你都不相信，当然你就不会听进去。那我很单纯啊，我没有做过生意，我就是上班做安利，我上了11年的班，做了11年的会计，但是做了28年的安利。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哎，一个人在一份事业里面做了28年啊，还做得快乐，还做得很开心，对吗？还越做越想做，那你想这个事业好不好？就像陈老师和季老师，老师都做了40年了。40年还乐此不疲。如果这个事业，老师你看等一会爸爸还要上台，对吧？来跟大家分享，各位想想看什么样的事业。哎，没有，有没有人强迫老师要来讲安利啊？没有人吧，都是自己忍不住来讲。所以这就是一个事业，你不要看别人，你要看一个事业能够做多久，然后再看做的久的人，你不要看新人，你说是吗？新人可能他一旦兴奋，他就跟你讲安利好，安利安利妙，安利呱呱叫，他三天后就不见了。你要看那些做了很久的人，他们为什么还这么喜欢做安利呢？他们也不要为钱做安利，对吧？他们是快乐，他们觉得安利事业是一个很快乐的事业，我要去 share， 我要去分享，我要去帮助更多的人，是不是这份事业才是值得我们要去探究的呀？所以我当年我走进安利的时候，我特别感谢，我今天看到爸爸还坐在这里，我就想爸爸，我说我今天要好好的分享分享您是怎么培养我们的，对吧？啊，老师当年是怎么培养我们这一群，老师当年培养的人今天都是 FC 钻石。刚才前面是不是小凤啊？我们三个啊，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在当初这样的教室长大的。小凤是季老师第一个在广州推荐的伙伴，还是老师的秘书。那我呢，当然我是一个朋友介绍，我昨天是不是前天也在大会上分享了一个电话，说哎呀吴毅呀，你晚上有没有空啊？我说有空啊，哎，有空的话你这个跟我去听听课。听什么不知道，是不是给面子来了？但是我就是听完了课我兴奋了，我明白了安利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我这一辈子我不要再换工作了，我这一辈子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把安利做好。我听完课以后我就懂了，说哇塞，因为人最害怕的是什么？不停的跳槽，不停的换工作，对吗？然后就不停的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在哪里。所以老师说人一生当中有忙忙忙，开始很忙碌，到后面很当时很茫然，当然很忙碌，最后很盲目，对不是？但是我们呢来到这个环境当中，我就想哎呀，我太想找一个，你们不要以为做安利的人都是那种这个经历很坦荡的，然后就什么，不是的。像我这样的人，我是没有什么太多经历的人，我非常的单纯。所以我的先生常常讲，你这样的人被人家卖出去啊，都会什么呀，帮人家数钞票的人，就很容易上当受骗，真的是属于那种很单纯的人。
又没有口才，又没有能力，又没有当过官，又没有做过生意，是不是单纯，很背景，很单纯啊？所以我们都是属于那种什么有福气的人，走进安利，被安利的氛围给打动了。哎呀，这里这群人大家积极向上，大家都在分享正能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了安利的，就你这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做一件事情啊，不要再跳槽。各位，你是不是很稳定啊？真的，他有生意人的收入，还有公务员的稳定。各位希不希望，很多人为什么大家都要去做国家公务员呢？是不是都是希望稳定啊？怎么退休还有份退休工资啊？这是公务员的稳定啊。但是呢，做公务员他会有很高的收入吗？没有，对不对？我们欢迎我们的季老师也来到了现场。哎呀，我太感动了，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哎，爸爸就是这样哦，当年哦，我就听懂了这两件事情，有公务员的稳定，但是有生意人的收入，收入不受限制。我觉得当时我自己对自己是没信心的，我就像我这个普通的会计，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能够做多大我是没信心的。但是我做一件事情，我可以确认我自己，我能做的事就是我可以来这里学习。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教室啊，这可是百万富翁诞生的摇篮。无论你今天，所以我今天我带了一个新朋友，我们的悠悠来站起来给大家挥挥手哈，来来来，给大家认识认识一下哈。啊，好，我认识他，今天参加了几天的大会以后，他说老师，我怎么做安利了？我一姐，你跟我讲，我到底怎么做了？我说从现在开始，我带你认门，先来到会场学习。你先不要说你能做多大，你也不要说你能够做多好，你先做一件事情，你能做到，你再开始做安利。他说做什么？每会必到的学习。你来这里学习，把这里当家，你要去认识竹怡姐，你要认识杨老师，对吧？你要认识当地的朋友，你要有归属感，对吧？你要走进成功的系统，你才能够凑后面。哎，他说那这个可以，我可以可以，你快点带我去教室，就来了。是不是你对你的每一个新人给予他的每一个是不是都要很明确？你不要明确的告诉他，他就以为我今天办完加入了我就没事了，你说是吧？不是的。所以我当时也是这样，我走进安利的时候我又没有条件，我怎么成功呢？结果我去跑去季老师就在这样的教室也是这样，今天就像当年的挤到水泄不通。我听完课很兴奋，爬开头就跑去问老师，老师老师，我也很想成功，我怎么样才会成功啊？我估计季老师当时都不记得他跟我讲的话，他说给自己3到5年的时间，你一定好好的，每会必到，你会成功的。你看有没有拿到尚方宝剑啊？如果世界第一，他都把答案交给你了，但是你不相信有什么用呢？对，但是我的是世界第一，把答案都交给了，哦，成功就这么简单，你要不要做？我当时就下决心了，好，我马上回去安排时间，白天上班照样上，做会计，每天开心的上班，但是下了班过去我干嘛？看电视，对吗？对，打麻将，对吗？对，都没有结果嘛。但是我做一个调整，我不再看打麻将了，我不再看电视看那么久了，我把电视把沙发都坐塌了，我也没成为主角，你说是吧？我改一个位置坐一下，我坐到这里来看自己的人生未来。没有想到哦，就看2年呢，各位知道吗？就看2年，其实也不是没有2年，我半年一年我就做到了翡翠。就刚才我们的大滚讲的，我还没做到翡翠已经上明珠了。他邀请我去珠海给他做家庭聚会，他们拿一条红符在公交车站欢迎中国翡翠，那时候翡翠没有几个啊，比皇冠大使还少啊，欢迎中国翡翠莅临珠海。
哇，我吓了一跳，我说还没做到不能写的，还不能写。他说你很快做到了，也很快做到了，谢谢他当初给我的这个肯定，对吧？对，果然那一年我做到了翡翠。那不仅我做到了翡翠，郑老师、樊阳姐也做到了翡翠，我推荐的办公室主任也做到了翡翠，就是第一年，就是因为当初季老师说了八个字，每会必到，每到必会。我的介绍人其实把我带进，就是把我人就是带到这里，他就不做了。但是我是不是我看懂了安利是谁的事业？我的事业。所以我的介绍人虽然不做了，但是我自己仍然已经带我认门了嘛。所以我今天跟悠悠讲，我已经带你去认门了，你认识了朱一姐，你也认识了杨姐，你也认识了这里的阿斯维尔斯，也认识了 Tommy， 对吗？这边你美国的领导你都认识了，你就不要在乎别人去不去了，你就自己去就好了。我当年就这么干的。哎，果不然，我就自己每天很开心啊。我刚开始也没有带人，我都自己来学，我觉得我自己很享受学习，对吗？对，学习要很享受，是不是才有学得进去啊？对，我就很享受。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跟大家一起做会后会，因为我以前口才不好，我第一次做会后会要自我介绍，要分享你叫什么名字，谁带你来的，你今天感悟最深的一句话，我说哇塞，我都不会讲话还要讲这么多，赶紧跑吧，就跑掉了，就没讲。但是我出门的那一刻我就在想，我怎么这么没自信，叫我讲一句话我都讲不出来，你说是吧？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今天一定很羡慕吴一姐口才好啊，大公的口才好啊，小凤的口才好啊。哎，各位，口才都是在这里练出来的。对，你千万，我不知道以前托米肯定口才也不太行，对吧？就是来到这里练嘛。对，会后会啊，今天讲一句，明天讲一句，后天讲一句，28年了还不会讲吗？对，讲自己的故事不会吗？你说是吧？对，我当时想，我要去练口才。我哪怕能够讲两句，是不是都觉得很自信啊？对，所以我第二天又去了，这个时候叫我开后会，我就没有跑，我就按着讲了，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叫吴毅，真诚的友谊来自于自我介绍，我姓吴叫吴毅。哎，开始做，我就很喜欢这个氛围。后来我就每会必到，每到必会，几个月下来，你知道吗？因为我很开心。对，安利不是推销，安利是什么？是分享，真的不是推销，是分享。我就开始每天很阳光灿烂，很开心去上班。上班的时候呢，遇到了，哎，谢谢，今天可能吃了那个火锅呀，好，味道好重，没有了，能不能再给一个？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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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时哈，所以我在分享，是不是每个人成长的故事？对，安利其实不是要别的，就是我当初怎么长大的那一个。你只要走0到1是最难的，假如你走到了1到100就简单了，所以很难突破的0到1。你看今天我们的老师季老师这么成功了，还陪我们走0到1的阶段。爸爸亲自讲产品示范。爸爸亲自讲 OPP， 对吗？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成长？因为我们在季老师和陈老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归零的心态。什么是归零啊？爸爸是不是就是归零啊？对。是不是最好的榜样？对。朱一姐，全整个世界第一的家族，哎，陪我们成长，这是不是归零啊？对。所以要把掌声献给他们，好不好？季老师在28年前教我们的东西，今天仍然教大家，就代表着老师的经验不会过时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记得，宝宝可能都不记得了。宝宝亲自给我们做产品示范，亲自培育我们当讲师，我都没有上过台，你知道吗？不会上台，不敢上台啊。宝宝亲自培养。那天我记得那一天，我不知道小凤记不记得，爸爸留下来说啊，我要做讲师培训了，哪些领导人要参加讲师培训，我就开始报名了。那个时候我们几个都开始报名，然后就点兵点将，你什么时候讲？哇，要讲
首先先是讲师训练说你准备什么时候上台，我记得那个时候是1月17号啊，那他一月份的时候说你啊，你要知道我没有上过台的人啊，没有上过台的人基本上是什么，很害怕上台的，对不对啊？非常非常的紧张。他说你们要回去写讲稿，写自我介绍，写案例的背景，要写为什么要做案例的理由，自己写啊，写完以后要对着镜子练，要微笑，那个露出十颗，把那个八颗牙齿，把那个不会练笑，把那个筷子咬到嘴巴里面，要这样，要一直笑，一直笑。他们说我现在唱人很灿烂，对吧？都是季老师训练出来的，我们就很单纯，我就每天把个筷子咬着，就笑着笑，然后就开始写讲稿，一直念，一直念。哎呀，你知道我要上台的那一天，我紧张到叫我老公不要上班了，不要上班了。他在部队嘛，我说你今天下午必须要当我的观众，让我讲讲，我今天晚上要上台讲课哦，你来听听我讲的怎么样。你看老公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安利是女人的事业，你的是这样的，这是你们的事业，叫我不要吵他。现在安利是我们的事业，对吧？没有，所以为什么刚开始案例都是女生做的多，男生做的少，没看到钱呢、啊？结果我一年后我的工资是他工资的30倍。哎，你不要小看你的动作哦。哎，我老公是正团子哦。啊，你说他看到的不是案例，是看到了收入。所以这个时候说案例是我们的事业。你就不要小看你今天做的每一个微小的动作，对，就是有太多的人不屑晚上来学习，不屑来参与会场的付出，不屑去做讲师训练，不屑去做家庭聚会，把所有任何要应该要做的安利的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不屑，他就做不起来。对，你不信你试试看，无论你多厉害，当年跟我做安利的人比我强的人多得了不多多了，行长了，什么清华大学、北大毕业的一大堆，都比我厉害呀。他们说我们肯定无一干不过我们的，当然我肯定是干，我也没信心干过他们，是吧？那是我单纯啊，季老师咋说我咋着眼色，是不是啊？季老师说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陈老师说那时候我还见不到陈老师，说实在的，我是做到 diamond 我才有机会见到陈老师的。你们今天是不是很服气啊？我见不到啊。我是见到季老师是坐在教室里培养我们啊，那个时候。所以各位，做今天季老师讲的每一句话，各位要不要认真听？对，老师记得是成功的循环线，就是刚才大哥也讲到了，你今天你到安利市场，你要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当我看懂安利的市场计划，因为我是会计，我还是不是那么笨啊、哦？安利的市场计划我是看明白了，明白了，我做一份工作赚9种12项的收入。我明白了，这一辈子我只要换个产品，学习、自用、分享，我听懂了。所以我就不停的分享，我分享给了我办公室的两个同事，两个同事都做到了皇冠大师，一个就是郑老师和樊阳姐。今天来，我们在我想调查一下，此时此刻在我的现场的所有的钻石站起来一下，好不好？在我的系统之下的，不管是樊阳姐的还是的，都站起来，所有的钻石都站起来。啊，这暂时都挥挥手，好不好？啊啊啊，这都是啊，还有一些挤都挤不进来，都在外面。我看到很多在外面还在晃荡，哈，啊，是不是啊？都挤不进来。这次来了几十个钻石，对吧？对不对？所以各位有没有感觉得到，我们就是很单纯，去相信陈老师和季老师教我们的经验，是不是很简单？没有自己很多的东西，到今天我都没有自己的东西。所以目标明确，我设定了，哦，今天我们第一年做到了翡翠，第二年做到了钻石，钻石帮助6个人成功就可以了，翡翠帮助3个人，我们就天天帮助3个人，就每天写3个人的名单，我要帮助他，我要帮助他，我要帮助他，去帮他开家庭聚会，把他带进会场，开家庭聚会，带进会场，开家庭聚会，带进会场就成了，是不是啊？我一天跑3个家庭聚会，就3个不同的小组，就上了翡翠。隔年我就做到了钻石，
然后就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然后不仅是我做到哦，是我第一年上翡翠的时候，我们就有五个翡翠，就季老师不是就是那个老师培养，就是樊阳姐、郑老师、秀燕姐，还有下面还有带两个翡翠，三个横排全部上翡翠，这是第一年。1997年，我们安利公司刚刚就那个时候还没有钻石，中国还没有钻石，就贴了一个广告，说明年谁做到了钻石就要去奥兰多，美国的奥兰多就是迪士尼奈乐园的旅行。哇，我们这都没有出过国，要到美国参加奥兰多，你知道吗？那种兴奋啊！其实我们都搞不清楚，只问一个句话：钻石要带几组？就带六组。好，再干三组，又找三个人一起努力奋斗。结果第二年我们五代同上钻石。同时呢，郑老师和樊阳姐他们做到 EDC， 他们做到 EDC 超越了我。哎，你的伙伴超越了你，生气还是开心啊？我很开心啊，对吧？伙伴超越你了，你多了一份收入，少了一份工作，你不用操心啊，对吧？所以我们都是一起长穿，我跟郑老师、樊阳姐，我们都是什么？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你说是吧？所以我们很开心。你看苏玲姐，他们这苏，我们跟皇冠大使是没有断的哦。陈老师下来到我，中间还隔一个皇冠大使，然后到我，到郑老师，到秀燕姐，到郑老师，到苏玲姐，我们连着六代皇冠大使，对吧？很多人说呀，安利的成功几率很低，对吧？其实成功几率是蛮高的，但是前提是你很单纯，完全按照季老师教你的去做，按照陈老师教你的去做，是不是很简单？因为我们几个都是没做过什么事情的人，都是属于高级白领，都做财务，我们三个人都是财务，就看制度很会看，干别的都不会。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相信老师讲的每一句话，给自己3到5年的时间，每会必到，每到必会，你照好好的照顾3、5年，安利照顾你一辈子。我们就听懂了这些东西，老师给我们的观念，老师跟我们讲，人生的金字塔，人生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业的阶段，你的学历再高，你不过是停留在学习，对吧？学生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人生就是一个上班的阶段，从上班族到 CEO 到总裁，如果你是为别人打工，你也不过就是在上班的这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是创业的阶段，人只有创业，是不是他有自己自由自在的人生啊？那今天你看到了没有，季老师教我们的不是上班的经验，做 CEO 的经验，季老师和陈老师教我们的是自己创业的经验。我们把老师的经验是不是拿来自己用，我们也可以成为皇冠大使呀。真的，我这次来到北美，特别感谢北美的团队，老师打造了北美团队，太感动了。托米大哥，哇，我们不会办加入什么，好多东西都不会，托米大哥就带他的团队，叫他们帮助我们来做这些事情。我们的 Watson 从西雅图，对吗？开车10几个小时来机场接我。哎，你不要看他坐在这里啊，人家可是微软年薪20万美金的小伙子呀，对吧？他可，我们说哇塞，我们来到美国，突然发现怎么自己啥也不是，对吧？连放音响的小伙子都年薪20万美金，老师身边的人才是不是太多了？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坐在你身边，因为我们萍姐地地道道的龙女，是吧？我们萍姐讲，龙忙的时候收稻子，龙闲的时候做安利，你说是吧？就带着一群农民创业耶。今天给儿子送去的都是奔驰，老公买菜的车都是什么？这个都被奔驰凯迪拉克，对吧？哎，你看看萍姐一出口，全是金玉良言，我都听不到萍。他说我不会讲话，我就背老师的金玉良言。各位，这就是今天看到了吗？我们这群为什么普通的人会翻身？是不是老师的智慧让我们翻身，老师的经验让我们翻身，安利这个平台让我们翻身，对吗？
所以我想接下来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多余的，我想要把我只是讲我自己的成长的初第一步是怎么走过的，因为很多的新朋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都在想，哎呀你怎么第一次，怎么走的呀，怎么来的呀，那做不做得到啊，回到你的教室做不做得到，把自己当做你百万富翁的摇篮，你可不可以，可以的朋友请举手，哇大家都觉得可以对吗，这个很简单，对对对对，我曾经推荐一个企业，一个老总，一个企业家，他们就比较复杂，我说你要美会必到，美到必会成功，他回去讲，哎呀那我以后搬个钢丝床睡在床上睡觉时就好了我们一群人啊同时起步，五个人一起做安利啊，都是上班族，就他一个老总，一大哥是一个企业的老总，哎呀我们觉得来好不容易来个老板是吧，我们五个人四个人就跟他讲，你一定要留下来呀，你是企业家，我们都是打工的，但是他最复杂，为什么呢，我们去学习他不学习，老师到香港我们都跑去香港学习他不去，第八次了他准备要去了，他问了一个不该问的人，他说哎，你们去香港学习感觉怎么样，那个人啊就是不太好心，他自己去他回去都讲话不对，他回去跟他讲不要去不要去，都要脱了鞋坐在地下开会后会，晚上臭烘烘的，哇我那个是个企业家他就不来了，结果是什么，我们四个上皇冠大紫，他一个还是老匪翡翠，你知道吗，那我们四个美会去香港学习的四个人，我郑老师秀运姐康君全部做到皇冠大师，而他呢还是个老匪，我们陈英姐的领导人，所以他现在啊都每次跟我讲，你们不要学我当年啊那么复杂呀，对吧，你们要像吴一，原来吴一一直都这么单纯，所以他今天做得好，所以我们是不是完百分之百的相信，百分之百的 copy 对吗，然后百分之百的坚持，这就是安利事业，所以你的目标明确，你要学会规划，怎么规划，你三年一年做什么，三年做什么，五年做什么，十年做什么，是不是很重要，所以那时候老师季老师跟我们讲规划的时候，我就规划，我当时我不敢规划到皇冠大师，我只规划到上钻石，结果两年就做到了钻石，所以当我们后来规划的时候，我九年九个月做到皇冠大师，然后接下来已经皇冠大师十八年了对吧，那是不是周游世界呀，我已经周游世界七八十个国家了吧，我都数不清了，但护照都用了八九本了，都是满满的，今天这次过关找他找我的那个都找不到，又没有一页盖满了章的，这就是今天安利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句话，一把很多的钥匙只能开一把锁，但是安利听懂了老师的经验，这一把钥匙可以开两把锁，你既是时间的主人又是金钱的主人，好不好，好，我再次的感恩季老师，感恩陈老师，感恩我们李老师，我们都是听着李老师的故事长大的，我们刚开始是个新朋友，李老师说哇他们在马来西亚，对吧，马来西亚有个小学二年级的做到了钻石，那个时候是钻石，哇我们就流口水呀，谁呀这么厉害呀，卖榴莲都能上钻石，我们就是听故事，我们每次来听课听到自己都流口水，什么时候你听成功人的故事听到流口水，哎，没有想到今天我们都可以走进成功人是吗，还可以走进成功人在一起，那种感觉好不好啊，啊，要感谢我们的坚妮姐，我知道我们的宝贝也在您的会场啊，特别棒，我们的那个子墨啊，子墨这次也复活了，哈哈，那特别感谢坚妮姐，真的非常感谢美国的团队，美国的领导人给我们的帮助，那大家全体起立，有请我们的世界第一华人之光，我们的季老师为我们做精彩的分享，大家请。厉害厉害，我当时叫他去讲分享十五分钟，他说老师会不会太多、啊、现在讲四十分钟，如果经营安利事业是每个人加入安利事业想发展安利事业的人的第一个问的问题，答案就是会议会议
会议。我们会议的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从外行而变成内行。会议最大的功能是改变各位的习惯。你们这时候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做事情，如果你每个礼拜一、三、五晚上你都来会场，时间久了你慢慢就习惯一、三、五。每个人最喜欢讲我最熟悉的事情，对不对？你天天看人家打麻将，你一定会讲麻将，对不对？对不对？你天天跳舞，一定会去讲跳舞的事情，对不对？每个人最喜欢讲最熟悉的事情。各位来到这里，这个会议是安利 的环境。在会议中间，你们从加入安利事业一直开会，开到皇冠大使，到自己开会场。啊，会议只有三个目的。第一个是我们培养我们自己的观念。人跟人之间之所以有差距，是因为观念的落差，来学观念的问题。第二个，来学能力。我们每个人都从外行而变成内行，对吧？要学能力啊。那安利的能力有三个能力。第一个，专业能力。第二个，上聘的能力。第三个，经营会场的能力。经营会场的能力在安利生命中挑战性最高的，你能过了这一关，你一定可以上皇冠大使。那还有一个在会场要学的东西，就是属于成功的特质。因为在这边上了很多的课啊，都是在研究成功的特质，对不对？那都说成功是有条件的，失败是有原因的。各位，你要上这个课程主要的目的是未来你去评判自己到底有多少的百分比可以成功。同时学会这个能力以后，你未来带线的时候，这条线带还是那带这条线，我们这样一扫描就知道哪个人值得带。安利事业你要会看人，那你带一年上安利公司给你的奖金，跟你带十年以后上奖金是一样的，懂不懂？因此你要会看人，因此你的时间不能放在所有的身上。我们来看看，假如我带这么一个人，带的花了一年时间突然不见了，我的一年是白费了，能理解吗？懂不懂？老师跟我们的差距在哪里？老师要带人的时候要锁定那个人，把他那个人的电话号码摆在他的电话本子的时候，老师经过经过选择性的，那老师的成功率80%，只要带过的人他80%会成功。那我们带人的时候，我们不是乱带的，那么因为一带就三年，一直带五年。你看今天来到现场啊，小凤跟梁大公，对吧？当初都是同一场 OPP 进来的，看到没有啊？那一个皇冠大使，一个钻石。小凤这是在疫情的情况下，全世界的业绩都往下走的情况下，他逆势成长啊！人家还在惶恐未来怎么去发这经营安利事业，他已经突破了。他不但突破，他现在的架构非常好，他现在的速度会很快，因为他已经找到所谓的信心，找到所谓的轨迹。各位，每个人刚开始经营安利事业，都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摸索。如果你不想摸索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免费逼道啊，因为免费逼道是一个终结的能力。我第一个改变你的习惯，但是你在这里面，你的业绩的成长，你的能力成长，你的人际关系成长，最重要是改变你的习惯。你的习惯一改变好，你是决定成功的。因为你在成功的领域里，那时间各位都晓得，你的时间在哪里，你的成就就在哪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跟各位讲一个时间，好不好？在成功的旅途中间，我们都会学到跟成功有关系的议题。最重要的一个课程就是时间管理。一般人看不懂安利，
想不通当专利，因为他看不到时间的累积性。你们今天看，你不要看小看你今天来一点学习，学一点，学一点，学一点，时间久，你的能力、你的人际关系、你的能力、你的信心都一个开始成长。就像小凤，小凤现在的信心已经爆棚了。那你们认为做不起来的时候，他一定做得起来，因为他找到轨迹，他找到了信心，这个信心才是无穷的财富。啊，后面的上 EDC 啊，上黄文大师是指日可待的，因为他已经找到他的轨迹了。各位，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自己的系统。我们的系统是我们的，你要建立你自己的系统。第一个我们要学的叫做时间的运用。各位都知道，时间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你把时间花在跳舞，你会未来会跳舞；你把就学啊去打球，你会打球，对吧？对不对？嗯。如果你天天跳舞，五年以后跟你现在没什么差别，对不对？如果你把的时间用在，时间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正，一个负。你在拿一张白纸的时候，你在白纸中间的拉一条线。所谓的正，就是说你每天的时间花在跟你成功有关系的话，你就写在这里加。如果你每天回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哎，今天时间去哪里？都在这里。恭喜各位，你五年以后跟你现在没什么差别，只是越来越老。那每个人都有现在，你不喜欢你目前的你，事实上应该不喜欢三年前的你。因为三年前的你造成今天的你，如果你想未来有更好的明天，要不满足现况，满足现况啊，这是不会有更好的未来的。好，用这个时间的管理，外面有很多的课程去学时间管理，花了很多的钱，对不对？你们觉得我只有两分钟讲完了，对不对？这叫做时间的运用。各位，你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开始学把时间的运用。那安利这个事业不是多么复杂的，不管你怎么学，学两件事情，把产品讲出去，把人讲进来就毕业了。一个月学产品，一个月学 OPP， 应该两个月应该全部要懂，对不对？当然这是安利这个事业是直销的范畴，因为直销是一个专业的学问。那各位慢慢去揣摩，你为什么？我们今天跟你讲的，你不见得马上讲，基本上你抓住一个原则，去了解别人，了解自己，让喜欢别人。也就是说，你关心别人，关心自己。第二个，你要注意你的态度，因为安利这个事业整个的逻辑是建立在人群的事业，所以说你要特别注意你的态度。你的态度啊，是人家愿意交朋友，你的态度是人家愿意的跟着你走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复制，谁的复制速度快，谁有天下，懂吗？我训练一个人一年，你训练一个人三年，我的速度是你的三倍，这个道理就很简单。那最好的方法就用会场的经营。为什么会场经营成本低效果高？你看看，你带一个人很容易啊，你带一百个人很难带的，对不对？用集体教育，因为这边有一个很复杂的经营体，原因在呢，你会推敲到底什么人会成功。你刚刚上台完以后，你会发现好像还找不到什么很好的轨迹，对不对？因为成功不在外面，你看不到的。有没有一个人的脸上面写我会成功？没有嘛，对不对？成功是你内心世界的你的一个决定嘛，对吧？好，我们时间的运用。第二个要学的就是时间的紧迫感。如果你三年以后上钻石如果一年的收入是30万美金的话，那你一个月就是3万，对吧？对不对？现在是几年啊？2023年，对不对？几月啊？
很远。那你到三年以后是2026年，对不对？对吧？五月，对吧？如果你晚一个月上来，你一个月掉$30,000，你先掉$30,000会不会心痛？但是如果你来了三年还没有上钻石，请问你掉了多少钞票？当然，这个叫做时间的紧迫感，这个在学时间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了，因为你从前不讲，因为讲做了安利以后，因为你安利的收入是根据自己的努力成正比的。最后一般人看不懂安利的累积，对啊，不这累，怎么呢？累积啊，安利的累积性。我们今天我们不会讲话，我们明天会讲一点。我们今天不会讲产品，明天会学一点，对不对？同样的产品你讲10次，那个产品你一定很会讲。所以说你们要练，怎么练呢？早上练10遍，晚上练10遍，早上练10遍，晚上练10遍。因为安利事业是这辈子你最后一次的奋斗，好好的努力，3年5年你将会有不同的未来。假如你现在贫困的话，你好好的享受你目前的贫困，因为以后不会回来了，对不对？请问你这些皇冠大使啊，他们从前的苦他现在回去呢，还能回去享受那种从前的痛苦吗？不会的嘛，对不对？对不对啊？安利这条路给我们证明一个，成功不是属于某些人特权，你我都可以去拥有，给自己一次成功的机会，相信自己，让自己有一次成功的机会。你不是不会成功，你只是还没有开始。预祝各位在安利事业成功，谢谢。感谢你，谢谢。来，我们大家在一起上去，一起感谢，感谢，再一次感谢，非常感谢我们的大家，来给位置让一下，来位置让一下，让我们吴杰跟我们的爸爸一起进到 VIP 里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掌声不断啊，太棒了，太棒了，对各位非常的棒。那明天我们期待，明天再期待哈，明天再说哈，一切都有可能啊，一切都在爸爸的这个帮助人之中，好不好？好，三会和时间的紧迫，时间的管理，目标计划行动，一起上钻石，一起上 FC， 谢谢各位，今天会议到这里，感谢。